我知道这件事情，觉得现在就是啊，好难哦。因为我自己的表演课程中是没有遇到这样的状态这样子，可是我知道慧哥是一个很想要把东西跟大家分享的人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尺可能就是，可能或许没有拿捏好，但我觉得，对，但我觉得就是也是就。也是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课程，就是教育我们说，或许这个东西要更小心。然后再就是，我觉得也是，跟大家讲说，如果真的遇到不舒服的状态，我们真的要勇敢 say no 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拿捏了。对，但我就是默，就是祝福那些就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被安抚到这样子。我觉得在这个当口。没有人心情是好过的，我觉得那时候的学生包括辉哥自己什么，我觉得都没有人是好过的，我觉得就是汲取教训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汲取教训。我觉得辉哥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那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我不能带他说话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也在省思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他一些祝福跟空间。他有先跟自己请假吗？没有耶，工作状态是很 OK，谢谢，谢谢。